实在抱歉，此番让姑娘受到惊吓，绝非我的本意。我本想趁翻修的机会与您熟络了之后，再慢慢将真相告诉于你。什么真相？你是被冤死的。你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鬼。 电影都是骗人的，我真的不是鬼，而且这世界上也没有鬼。你是哪路大妖怪？其实我也不记得了。啊？我在此居住了数千年，许是因为时间太长，许是还有什么别的缘由，我忘了自己是谁。 只记得自己似乎要在这里等一个人。等什么人啊？我忘记了要等谁，也不是为何要等。不过，等一下，你说你在这等了数千年，那就算是个王八都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，等你等的那个人回来了，我马上联系你。<笑>不好意思，我似乎无法离开这所宅子。为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是个地缚灵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鬼，我无法离开这所宅子是有其他原因的。 只不过这原因，我也忘了。又忘了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。